见你个鬼！来，欢迎大家。等一下，我刚开，刚开啊。妹妹不健身，这个是系统自带的问答吧？应该是啊，是系统自带的问答。手机上显示的，对，我知道，这是系统的，系统自带的问答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啊！不然我怎么可能问？我知道啊。送我一朵玫瑰花，他说美丽花儿好香。来来来来，点个点赞。一个晚上不见，想不想我，大总管？欢迎流星宝，欢迎天涯共此时，欢迎家人们啊！过几天我就去上班了啊！怎么又可以上班了呢？搞定了。哎，我姐已经走了，你先来长沙一趟。你来完长沙，你再回去上班，听到没？真的，我姐走了，今天早上走的。记得啊，就这两天啊，就这两天吧，时间我定了。欢迎时光荏苒，来欢迎亲爱的哥哥们啊，走进依然妹妹直播间，大家下午好，行不行？就这两天吧，就这两天好吗？来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主播刚刚开播，大家我们帮忙点赞啊，我们点到3000开始唱歌啊，点到3000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欢迎稳哥，欢迎，来大家把灯牌亮一亮啊，灯牌亮一亮。我们右下角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，分享分享啊！开播了，哥哥们，下午好。对，感谢我林叔。稍微等我一下，我把音乐修改一下啊！你们自行都过下灯牌啊！我把心愿整一整。哎，怎么心愿修改不了？啊，这个可以了。好姑娘，真漂亮。最近我发现我的这个心愿单一直完成不了，家人们怎么办啊？心愿单设了。感觉就跟没设一样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啊，就跟那个没有设一样啊。谢谢，谢谢武生，谢谢，谢谢时光，谢谢叔叔，谢谢。啊，你说怎么办？咋整啊，家人们？
这个心愿单设的等于跟没设一样，不行，我们要争取把心愿单完成啊，家人们，每场的心愿单很重要啊，大家等一下可以走走心愿单礼物啊。众筹心愿单，是的，时光，我们要众筹心愿单，来，家人们，我们把666扣一扣，咋整？不设呗，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以前再怎么样，我的那个心愿单都可以完成，真的，经常是可以完成的状态。就是最近这一个月，心愿单基本上是完成不了。我不能每天让他的心愿单都不完成吧，家人们，那我们太 low 了，太弱了。自己背。好，给大家发个秒包，大家站站榜啊！以前是过去式了，我们要把以前的辉煌找回来。对，我们要把以前的辉煌找回来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每个人送一个小心心，送一个小心心，站站榜。我们不能自暴自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加油啊！感谢我们林叔，谢谢。好，给大家来唱一首歌啊，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个湖南的唱歌主播啊，现在人在长沙，欢迎好再来哥哥，下午好，好再来，好久没有看到你过来登台喽，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玩啊？好，我先给大家唱一首笑娜啊，今天我正好拍的那个视频就是笑娜啊，送给大家第一首开场曲红颜知己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唱红颜知己啊，我们第一首歌啊，来一首笑娜，你们帮忙点点赞，然后呢进来点点关注啊，帮我点赞点到10000赞好不好，我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笑娜，谢谢大家。等看遍长街的繁华，白胡子老者临摹如画，一方海雪覆和月色无暇，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，善良知己结伴的仲夏，也是闹山竟不想回家，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，马蹄渐渐落一身风沙，沧桑几老发，看那西风披松马，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，共知是你吗，前面深山谁人家，木叶拂一曲琵琶，我欲为不爱比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，沧桑几老发，看那西风披松马，谁尘不是在牵挂，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，我有个把月光清香纳，这个有点多余，这个多余了，好听吗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好在哥哥，谢谢我们林叔，谢谢不再打扰，谢谢时光，谢谢家人们。挑灯看遍长街的繁华，白胡子老者临摹如画，一番寒暄附和月色无暇，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，善良知己结伴的仲夏，也是闹山竟不想回家，星光洒落树的枝桠，马蹄渐渐落一身风沙，沧桑几老发，看那西风披松马，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，共知是你吗，前面深山谁人家，木叶拂一曲琵琶，我欲提笔为如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，
谢谢大哥，谢谢哥哥们，感谢哥哥们的鼓励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哥哥，我们后面的哥哥，我们把关注点一点，然后再过一个灯牌啊。大总管过灯牌了没有？大总管，我看你好像都还没过灯牌啊。好听啊，谢谢。其实这个衣服挺好看的，家人们，但是这个纱挡了一下啊，就比较朦胧了。今天若隐若现，那是。今天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今天好看吗？欢迎竹峰哥哥，下午好，竹峰哥哥，昨天晚上就过了。哦，那我不太记得了，是吧？你已经过了吗？哦。蒙面也能看得见，对，若隐若现啊！欢迎串心哥哥，欢迎欢迎。你们喜欢就好，感谢我们好再来。好再来哥哥，你都一个月没来看我了吧？好像至少快一个月了。欢迎我们的人生百味，欢迎创新哥哥啊！欢迎欢迎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新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听啊！好听，再给大家来一首好不好？哎，还想听什么？我们可以抢红包了，家人们，可以抢一抢红包。哎，我还抢了个啤酒。对，可以抢起来啊！等一下再给大家发一个红包，来来来，现在就发吧，现在再发一个红包给大家抢一下啊！发个9.9块的好不好？5分钟可以抢。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唱一些比较有古风寓意的歌曲吧啊！今天我们穿的是古风的衣服啊，给大家来古风一点的歌曲好不好？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江南夜色》啊，送给大家。这首歌也很好听啊，送给大家一首《江南夜色》。对，公屏666不要停哦，我们点赞点到20000好吗？点了20000。古道的落叶泛黄，秋天的夜已微凉，看去年年轻榜上，谁苦读十年寒窗。湖面的鸳鸯成双，月叹息夜太漫长，时间勾住了岁月的过往。那悠扬的琴声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像是地平线上，江南夜色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那淋漓的春雨淋湿了眼眶下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淌下，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你的情郎。谢谢一往情深，谢谢谢谢哥哥们送来的小礼物。刚刚抢到福袋的哥哥没抢到，我们再抢一波哦。古道的落叶泛黄，秋天的夜已微凉，看去年年轻榜上，谁苦读十年寒窗。湖面的鸳鸯成双，月叹息夜太漫长，时间勾住了悠扬的琴声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像是地平线上，江南夜色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那里里的春雨淋湿了眼眶下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淌下，姑娘站在阁楼上情郎。
城，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消失地平线上，江南夜色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那离离的春雨淋湿了烟花巷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淌下，姑娘正在歌路上等待归来的晴朗。再来哥哥，谢谢我们的露水哥哥，谢谢芦苇哥哥，喜欢吗哥哥们？喜欢我们点一点关注啊，下一次的话还可以再来听依然妹妹唱歌哦。我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啊，我下午是基本上是一点半或者两点开播，晚上的话一般九点半或者十点，反正就是这几个点儿啊。对，一般下午播四个小时，晚上播两个小时。家人们要是喜欢我的歌声可以常来听歌。就是我的风格啊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可能大家对我不是很了解啊。我的风格主要是以蒙面风格为主啊，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是不露脸的。大家要是想看看我的真人啥的，可以去我的视频里面看我，去我的作品里面可以看我。知道了吗？啊。家人们啊，懂了吗？啊，大家肯定有一些哥哥对我是比较好奇的啊，是不是？但不用好奇啊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跟其他主播是一样的啊，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女生啊。啊，恭喜大家抢到了福袋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啊，抢到了可以送一送啊，可以给主播送一送。哇，你那好多人啊！嗨，因为我刚开不久，我们来打一个点赞加总票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来，亲爱的，点赞加总票，好嘞，可以吗？欢迎我龙哥。家人们，你们有空点赞吗？对，点赞加总票，好不好？对，第一把嘛，第一把我们就做做数据啊，好不好？欢迎善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嗯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现在赞是多少？我们家现在15000啊。什么赞吗？对。我看看啊。你家是多少？才4900，5000赞。正好你把赞可以点一点。行，谁输了的话，谁输了的话得站起来唱一首歌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可以，可以。那我，你重连我一下，来，家人们，你重连我一下，我没有那个再来一局，OK， 家人们啊，我们这一局是打的点赞加总票，哥哥们，咱们有票的哥哥我们上票，没有票的哥哥我们就点赞就好了，帮忙帮依然妹妹做一做数据好不好？帮忙做做数据。来，家人们，瞄准我们的右下角，我跟大家一起来点赞，来，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来，点起来啊，对，点一点，真会玩，点赞加总票的，干嘛？龙哥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？跟我一起来，大家啊，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先破零啊，有票的哥哥我们上票，刚刚抢到红包和福袋的哥哥都可以送一送啊，可以送一送。可以送起来，欢迎幼语啊！点右下角或者点血条都是可以的，点右下角血条都可以。感谢我时光，时光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今天，感谢，谢谢我们的时光，谢谢我们好再来哥哥。等一下，我们来一首《红颜旧》啊！我刚刚看到哥哥你点了歌是吧？啊，红颜旧是吧？好的，哥哥，芦苇哥哥，我等一下给你唱《红颜旧》。谢谢露水，今天不用上班，今天好多哥哥都上班了，10月6号了，对啊，好多哥哥都上班了。明天7号了，更多哥哥就要上班了吧？应该。感谢我朱峰哥哥，谢谢。哎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南的，湖南长沙的。欢迎莫哥，湖南长沙。欢迎我安迪哥哥。安迪哥哥下午好，我是湖南长沙湖南辣妹子啊，哥哥，感谢我们的江南哥哥的关注，谢谢，谢谢江南，欢迎小儿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点赞走起来，点赞啊，点血条，他们说是3倍啊，点血条是3倍。好，差504 PK 值啊，这个要助力504票，哥哥们，我们这个要助力504票才会有 PK 加成，哪个哥哥能来个520，来个热气球，有没有哥哥助力热气球？
有没有哥哥助力热气球的？差504票就会有加成啊，家人们，就会有加成，有加成。大家有票的哥哥，我们一起可以助力啊，一起助力，可以一起助力，一起助力哦，家人们。对，帮忙点点赞啊！如果没有票的哥哥，帮忙点点赞。现在2.1万赞了，加504票就会有加成嘛。感谢我们家好再来哥哥，谢谢好哥哥，谢谢你给我了加成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这个时候有加成，家人们可以搂他，优秀，谢谢谢谢好再来哥哥。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时候我们1.5倍加成，咱们有墨镜的上墨镜，有礼花筒上礼花筒，有热气球上热气球。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时候1.5倍不要浪费，我们的1.5倍加成啊，家人们，争取拿一个首胜，争取我们这一局拿个首胜啊，家人们，因为今天是我们下午的开局第一把，开局第一把，开局第一把，谢谢吉祥如意，谢谢谢谢我安迪，感谢我安迪哥哥，感谢安迪哥哥，谢谢时光哥哥。安迪哥哥，你今天不上班啊？你这几天怎么国庆节都没有来看我一眼啊？安迪，你这几天怎么回事？感谢爱我中华，谢谢安迪老腊肉，都没有看到你来看我一眼，你最近搞什么鬼去了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哥哥们，我们再上一点点，防止他们家保时捷偷塔。我们再上一点，我们再上一点，哥哥们，我们再上一点，要不然等下保时捷偷塔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再来一个么么哒，或者来两个么么哒，来两个么么哒都可以，至少要超过他。万一他们家保时捷偷塔，我们就输了。对，要守一点，守一点，我们再来两个么么哒，哥哥们。有没有哪个哥哥再来一点点票，再来一点点票就好了。对，再来一点票，再来一点票，哥哥们，不要被保时捷偷了，哥哥们。对，谢谢我们家好再来，谢谢，谢谢安迪，感谢好再来哥哥。对，没毛病啊 ，OK OK， 够了够了够了。OK， 稳了稳了稳了，这就是玩法，你知道吗，哥哥们？对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他家保时捷偷塔，刚刚我们就会输。对，就再来一点。感谢我们的好再来，谢谢我们安迪，谢谢朱峰哥哥，谢谢我们时光，谢谢爱我中华，谢谢家南上加南露水哥哥，快乐幸福明哥乐哥，谢谢哥们，第一波拿下，感谢所有拿下了首胜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默默相守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咱家真的是众筹力量啊，真的非常的棒棒的啊。对，那个简白，你就站起来跟我们来一首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要听啥子、我们要听 DJ 的嗨的那种，就是站起来可以扭起来的那种、对，开香槟庆祝一下，发个秒榜。好的，哥哥们，给大家发个秒榜，放一个不配怀念吧。好，行，对，因为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嗨一点嘛。我发现弄不那个啥呀。嗯，来给大家发秒包啊，哥哥们可以抢一抢啊。无音车想忍住眼泪不会更深，我站不起来了，我现在你站不起来了，你不能，你必须给我站起来。哎，让我把麦克风拿下来吧，麦克风线又短啊、对，你拿起来唱得了，对。哇，你站起来有点麻烦啊，我发现啊。对面主播站起来是有点麻烦。你的手是在冬天，满天飘着大雪，点燃一根，刚刚已经发了秒包了，已经被抢了，小哥哥。我死去的从前，我不喜欢世上的一切，只有你我留恋，红了几次
他的裤子挺短的，讲一句再见。我听着风尘遮掩，又离不遮掩，就忍着眼泪不会断线。心在你离开之前再看我一眼。对，已经发了两个秒包了，从此不会怀念。还不如做呢，我跟你讲。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你今天弄不起来。啊，剪白啊，没事啊，那个剪白，你今天主要是你的衣服太宽松了，你站起来没看点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不宽松，我站起来也没看的，知道吗？我其实我们很想看一看，就是紧身，你哪天穿的紧身衣嘛？不行，让我们看一看，就是有没有前凸后翘之类的啊。你让我让给大家看游泳圈还差不多。我们就喜欢看前凸后翘，不要饶了我，亲爱的家人们啊。没有，看你就够了，看我干啥？我今天这个衣服也不前凸后翘，今天也很宽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纱布，我要是下次赢了的话，绝对让你把那纱布给掀了。那你能不能赢我了？真的是。好的，下次啊，下一次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简白。好的，好的。一路长虹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谢谢我们好再来，谢谢安妮，谢谢我珠峰哥哥，谢谢时光，谢谢林叔，谢谢我们的大总管，谢谢刚刚哥们一起众筹的小票票。主播啊，主播今天其实今天的面纱非常美的，真的，今天这个面纱是很西域风格的感觉，对，比较西域风格。好再来哥哥啊，还有我们安迪啊，刚刚上礼物的哥哥珠峰哥哥，你们都可以点歌啊，别客气哦。欢迎溜达一圈啊，可以点歌，可以点歌。刚刚是哪个哥哥点红颜知己啊？是红颜知己是不是？来给哥们安排一首红颜知己啊，这个歌也挺适合今天咱们的风格啊，送给大家。对，这个歌也非常适合今天的风格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好，下一首我们安排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从没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爱到最后还是分离。爱情的路选择了逃避，想左想右却不再继续，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爱到心碎，爱到无力，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如果今生抓不了你的尾，就让我放手让你远去，忘了相识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。如果今生捉不了你的尾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抽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下一首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是吧？好的，那首歌很好听哎，很多哥哥喜欢，很多哥哥点啊。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
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如果今生捉不了你的尾，就让我放手，让你远去，忘了相识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。如果今生捉不了你的尾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好，这首《红颜知己》送给家人们。刚刚是有个小哥哥点了是吧？谢谢好再来哥哥，谢谢。爱我中华，我没有不理你啊。你刚刚点的那首歌我不太会啊，不太会。什么好想你是不是？不会啊，不太会。红枣树可以下下手啊。红枣树也是我特别拿手的一首歌。嗯，哥哥们啊，哥哥们就是，哎，哥哥们，我在想啊，就是有的哥哥啊，他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朦胧美啊，有的哥哥就不是很喜欢。我觉得能留下来的应该都是还蛮喜欢我的这个朦胧美，是不是？是吧，家人们啊 ，JFS， 你应该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啊。咱家其实有很多哥哥是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哼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，我不太会啊那首歌，你可以换一首啊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究竟是？